你两盆啊！来，我这盆。来，哎，我是不行。为啥不行？你想打啥呢？见啥打啥的嘛。见啥打啥就不行了。哦，你。是这，明天巡山我去呢，行了吧？出啥事情我担着。你担着也不行。我你咋是个怂样子呢？我说不行就不行。你想干啥呢？你想干？你想干？你想干啥？你彪子，彪子，走走走，好了，咱们先喝酒。哎，老朱先喝酒啊！哎，我说老板，我那个红烧狗肉炖好了没有？赶紧拿上来。哥，酒没有下了，啥不啥？啥了？装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属啥？我属狗啊。坏了，我养狗多年啊，有些事你得信。你俩犯冲，他可你，可我。这饭我不吃了，我也属狗。哎，我说老狗，哎呀，老朱，哎呀，咱们有啥事情好商量吗？你看你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说彪子，你这个脾气也太大了。哎。狗是老朱啊！哎，一百多的大财，你一句话给我搅黄了哦！人家不要嘛，关我啥事？你搅黄了，咋就没有事？跟我没关系。哎，你干啥？你咋抢钱呢？嗯？哎，我说猪，你有狗场，你又不是狗，是不是？这狗你抱回。我这都是大狗，两口它就没命了。大狗小狗我不管。吃不吃，关我啥事情啊？走，走。哎。我的钱，狗不如的东西。狗东西，有命。哎，你自由了。哎。大发苍狼财，苍财，况且。我家在新疆天山脚下。一个叫大峡谷的地方，爸妈在护林站当护林员。说是护林站，其实就是我家。我爸叫朱广深，别人叫他朱老狗，因为他养了一群狗帮他巡山。那年，镇上的人都传说，我们山上出现了一种动物叫雪狼，说皮毛珍贵，油还可以治百病。于是山里山外不少的人都来打他的主意。哎呀，救得很！
嗯，老子死了，给人留个厚葬。舒服，继续见长啊。舒服就中啊。你再使点劲儿。别着急，慢慢的来。啊？谁呀？我。你瞧瞧瞧，你瞧啥嘞？彪子。 真善良，你进球进满人家是护林员，咱还不能进啥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他带着人，带着枪，到野狼沟去了。警察，我们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 站住！站住！王八蛋！来喽！ 暴风雪，请各有关部门做好防风防旱措施。
完整，完。哎，被子呢？用着。干啥用呢？大伙儿收了。你桌上的奶粉呢？桌上奶粉上哪去了？哎，那是我给我爸买的。在你心里面，我爸爸是不是都不如你那群狗？哎，你养狗都养的，你都养的不像人了吗？我父。枪借来更快，我打的人了，天天吵，烦不烦？什么呀，小流氓！多放点辣椒，老板。姐，你咋才来？不是结手续了吗？磨磨蹭蹭的，来打包。真小，哎呀！结账多少钱？他说人家都结了。走吧，走吧。你咋又结了？结账钱我给你。不怕不怕，你跳舞可美啊！下回演出叫着我啊。行，没问题。走，都演我都去。说好了，一定去啊。那走了。一。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你看啥呢？也不看你姐美不美？没看啥，你跳可美了，我都入迷了。哼，美的还在后边呢。啥？没啥。地方哪来的？我捡的。咦，狗东西！
太有缘了。小心他点儿。谁啊？母狗。哪来的狗？赶紧把它给我弄出去！妈，你看它多可怜呀！你可怜可怜你妈，你还嫌破狗不多是吧？快点快点，快点！忙呢，狗主，羊肠给你卸的够长了啊！我看咋吃还是烫饭子，又是困难时期是吧？天天训练顶不住，你是及时雨。行了行了，没用的话再不要说了啥。哎呀，谁让你没钱呢？总不能把你剁了喂狗吧？狗日的，玩量太大。哎，老朱啊，要我说，你是狗场才不要干了啥？哎呀，那秦老板百八十分给你一给啊，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啥都不用干，在这找这个罪干啥呢？到时候啊，把我那个羊肠子钱一，啊，你也好，我也好嘛。不急，缓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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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啥时候都是再缓。爸。给小不点说个双眼皮，是不是挺好看的？哎呦，叫我说，你要有那个钱啊，让你老子先给你装上一个双眼皮。你看你那个眯眯眼啥？狗日的，咋说话呢？我姑娘，眼小聚光。哎，去去去！这眼大，吓人。爸，那他怎么办呀？嗯，留下没问题，就是得训。你看看你训的那些狗多可怜啊，小不点是我的宠物。狗不训啊，就像人不上学一样，没本事，没狗性。那好吧，我想叫他兰本。叫啥无所谓。嘿，不动。信不信？管家要有本事。哦哟，老朱，唠叨的很嘛。我喊，嗯。
小子，你这个狗啊，勤劳把已经答应要了，明天给你打定金。哦，还有个好消息，你抓这个盗鼠贼，就是我们咬破了大案的主犯，那个王八蛋看了5颗白果树，总算抓住他了。啊，老大的很啊！这回你该立功了。哈哈，立啥功啊？哎，你知道那个小子是谁吗？ 谁呀？张超，张彪的兄弟。我后山有事，我先走了啊！回头我找你喝酒啊！哎，咋真巧呢？么么奈子，么么奈子。好，你是那个女人吗？你也这么讲叫啊？哎。 老板，来个奈子吧，要不来个馍馍？老朱，你咋回事啊？你那狗场要不卖了，你啊？ 你说你这个人呢，不是你让我找人家勤老板的吗？啊！再说了，你那定金你都吃了，钱我一定还。这不是钱的事儿啊，你这是个信誉问题，你以后让我咋做人呢？我想了，说实话。 林子太大，够没了，我看不住。再说了，够没了，你就累了，滚蛋！看你那个狗样，行吧？哎呀，回头我跟人家秦老板说吧。嗯，老朱啊，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啊。啊。 张彪放出来了啊！他放出咋了嘛？我是护林员，我就知道狼不能打。我没跟你说生物链的事。当年张彪出事儿，为这个事儿他爹过去了。 爹俩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，接着他弟弟又进去了，现在他妈还在医院躺着呢。这个小子，在里边可没少放狠话呀！还得小心点。别说。嗯。枪。啥？枪啊！你开啥玩意儿？枪呢？你给你干啥？你小孩，你玩啥枪呢？你不能都给我姐玩？现在干嘛不给我玩？
现在我也要玩。你接那是啥时候？现在不接。老朱，你管不管你老二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看你那个狗眼，你看一下啊，就二十，就好米俩，握住枪。哎，你这是袭警啊？刘叔，这都基本动作，我来教。三点一线。哥，你这枪法还是不减当年啊，这枪可比那枪带劲啊。哎，哥，咱以后啊就打兔子吧，别打狼了，打狼是违法的。打人呢？哥哥哥。你要人的命，公安可要咱的命。朱老狗的命是命，我爸的命呢？哎哎哎，哥哥，我跟你说，打人呐，咱不如打人心。想了很多人呢，除了这个小子，还真不像是别人干。出个球呢还出啊，就是狗日干。就算是他，你得有证据。你办案讲的是证据，不过你放心吧，枪的事不是个小事，这是个大案。枪的事我不管。狗的事我自己解决。你别干啥事儿啊。爸，钢镚不见了。啊！你看，这是啥？雪地上捡的。麻醉针。表哥伤你了，去给老朱叫过来。啥？我咋叫老朱来呢？还直接跟他说是狗，就打我狗脾气，估计我都成了他的狗食了。你是不是个傻屌啊？啊！你非得出来吃狗肉来？啊！你说的是狗跟这儿的，我不愿意那么来。跑跑跟哪儿来追
狗，抓你狗！跑！狗你跑！小狗，抓你狗！抓你那个狗！朱总，你来了，来，进进进。人呢？你别着急，人马上就来。你坐，你坐。朱子，好着呢。人生如梦，抓紧着弄。哎，是你这弄的吗？还是我这弄的？哪门呢？几年没学了，咋了？一见面就是狗啊狗啊啥的，有意思吗？啊？哎，酒不敢喝，肉不敢吃，你还是不是个儿子娃娃？哎，老朱，我看你不是喜欢狗呢，你是喜欢吃狗肉呢。哎呦！哎，兰博的味道咋样呢？啊，唠叨着呢吗？我是你爹。没事吧？过来，我看，我看一看。多方料酒，加点醋，没问题。哥，你听我跟你说。来。
两只小山羊烧上个泪，两个姑娘看我个泪，我想过去啊，他妈妈看着你。哎，村长，村长，刘四，哪个地方去呢？哎，村长，这墙那事儿有消息没有？还没有。哎，你这个样，哎，有消息以后马上告诉我啊。哎，好好好，嗯，好，行，马德木用，没事没事，忙去吧。老朱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下了班以后到你那儿吃饭啊，酒我带，你搞个硬菜啊，硬来，别稀里糊涂来啊。我说老朱啊，我俩那个盆啊，底墙根靠着你，我就服你这吃，你弄的肉美丽很呀。哎，刚在里。老朱啊，我弄了两瓶好酒啊，来来来来，你尝尝啊，尝尝尝尝。哎，你这是弄个啥呀？这是。把尾巴做的扣条，长期用的。老朱，我尝肉了啊！我拿这个大盆儿。哎呀，太香了呀！哎，老朱，给你也来一块吧。啊，来来来。哎呀，我尝尝，香得很呀！老朱啊，张彪。我把你告了啊！恶人先告状。我看这样啊，你先把张彪那个医药费啊给人家赔了。不赔。你什么态度？你小心我铐你啊！你看你那个狗样。哎呀！1000块钱。就算是你给张彪赔的医药费啊，那这钱可以拿，张彪就算了。你啥意思啊？就是羊肉钱了。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哎呀，还是我替你给张彪吧。就算是你给了啊，羊肉我得多吃点。你叫啥？你叫吃肉啊？老朱啊，咱们今天咋了呢？哦，你用那盆啊是他的。老朱，你那喂狗的那盆，你就给我吃啊？狗比人干净。从这个粪便上和这个狗的这个状态上看啊，你这是一个典型的食物中毒。那咋办呢？要用药控制。哦，不过呀，我这个地方的药呀不够呀，你得赶紧去进货去。那个，
得多钱？怎么都够嘛，少说也得1700-1800，小2000吧。行呢。钱呢？用了。干啥用了？够病了。你这狗咋不死光呢？用一下咋了嘛？又不是不还。还？你拿啥还？你拿啥还？我的狗肠。价值100万以上，你那点钱算个芝麻。百万的话不要说，你先把这2000块钱还给我。那是玲玲的学费，学费。朱小狗，你看看这个家都成啥样了，下毒药的，打麻醉的，现在枪也出来了，一家人都跟着你遭罪。你干啥呢你啊，可着那一家人祸害，你为啥就非要跟他过不去呢？不是我跟他过不去，是他自己过不去。反正是犯在你手里了。他不是犯我手里了，他是犯在法的手里了。我们娘仨都跟着你提心吊胆的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没法过就滚。朱老狗，你们老朱家是不是狗托生的？一天到晚狗狗狗，能不能干点人事儿？你行了，朱老狗，行了。还剩166，你数一下。哎，老朱，好着呢吧？没有，钱老板。哦呦，有钱了，看来我的账该还了吧？我走了。哎，好。秦总，对不起，这个钱不够。哎，老朱，我那原厂钱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不够嘛。哎呀，你说咋办呢嘛？啊？3天，你给我3天的时间，一定还上。老朱，看在咱们是老乡，行，再相信你一次，就3天。好，行，走，走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，走走走，欠我20000多了，走走走，快走。爸。哎。我先走了。晚上有演出，啊，走，往前走。
地呀，房子。咱家现在啥情况你不是不知道，这些狗送走一条是一条。咱们家狗场里那么多狗，又不多他一个。狗场里的狗病的病了，死的死了，谁要？爱谁要谁要。我就是不想让兰博走。你就是不让兰博走，不让兰博走，等咱妈走了，哭都来不及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们老板家条件特别好，兰博去了不会受罪的。你去城里看，我不一样能看到他吗？哭，你就会哭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哭也没用，哭也得给我送走。快点！怎么办啊？都交代好了。这是我找人代写的，钱和房归你和娃，债归我。张彪再找事，就会从我来了。
干啥？我跟老朱离了，你还想干啥呢？你说，还想干啥呢？我们这个家已经完了。完了，你不还是有个家呢吗？啊？可我呢？猪老狗把我家害成啥样子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爸死了，我弟让他送进去了，我还是个劳改犯，我妈瘫痪在医院，看病吃饭钱呢，我找谁？小心，马上告诉我啊！好好，行，啊，你们跳吧啊！哎，你们还跳呀？啊，不行不行，我穿着警服呢。喜民一家，没有人了。哎呀，我这。累了，认了。找去，找个球啊！像狗一样认门就自己回。你说你也是，你跟人家动啥手啊？说句软话不就完了？老朱啊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吵啥呀？啊？你说往后你一个人咋过呀？那狗还得有个狗窝呢，还有个公狗，有个母狗呢。行啊，别吵了，把人找回来。听到没？把人找回来。我说话你没听见？你那个狗呀，找不找回来？你这个事儿我不管啊！我告诉你，这回我不管。看你那个狗样，十六床，你是一个？我那个啥，我是医院给你派来的护工。护工？哟，这个医院昨天呢还催药费劲的，今天可家派个护工来了。可能是你儿子安排的吧。Thank you.
回来了。好。哎，今天是你妹16岁生日。我从山上给她背的雪。你妈不在，你给她洗个澡，就算把生日过了。恨早着呢，那你准备咋办呢？哎，舒狼谷有两个丫头呢吧？啊，这猪，你小心点，张彪准备弄出这事儿来，还有那妹。小心点啊！哎哎哎！你帮我个忙啊！明天帮我把张彪约到歌舞厅来。走走走，我请你啊，我请你。好，谢谢啊。任上如梦，老坐着呢。啥事儿？叫三叔呢，叫鸽子。叫哥。啊，
那你的意思，你见着我爸要叫叔啊？行了，到底有啥事赶紧说。没啥事儿，我呢，我就是那啥。你喜欢我是吧？啥？俺哥张准派上会喜欢你？我你鼻子挺多的很。那就要看你能为我干点啥。昆仑山下栽雪莲，扛那似乎抓水怪咋都行呢。用不着这些。我呢就喜欢跳舞。你要是能帮我参加舞蹈大赛，我就考虑。报名费、辅导费还有吃住行，得10万吧？你有吗？拜拜。志总。哎。别忘了，我是跟刘所长学过的。这牛可真酷啊！太美了。哥，你不会真看上他了吧？咋呢？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的呢。哎，这咋弄啊？我会扔了噻，咋？你要把它喝了？烧死了你！喝就喝，哼！碳酸、硫酸都是酸的，切！10001。啥意思？你是10万里挑一呢？哪来的？我把房子卖掉了。那即使我同意，那也得我爸点个头吧。叔叔，哎，这些都是给你买哈的孝敬你的，啊，那些也是叔。你等一下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讲个啥？朱叔，我是来给你承认错误的。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就是个勺子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一回撒。我跟丛丛正搞对象呢，他让我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长彪，你害我的狗，害我的家，还要害我的女子，你王八蛋！就是啊，我跟聪聪是真心相爱的呢。滚！你聪聪都同意了，你为啥不能同意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姑娘就是嫁给狗，也不能嫁给你。我朱老狗，你啥意思？你们把我逼急了，逼急我啥事都干不了。我现在就跟你对命了。哥，我是最怕谁呢？老板，走开！你想干啥？啊！你想干啥？啊！我走走。你干嘛？敢对着狗尊敬我？狗不是我的东西。放开！哎，你谁呀？我他妈！大彪咋回事？啥咋回事？他喜欢我，我有啥办法？他当个提亲，啥意思？我啥样的人你不知道吗？我能怎么办？我不得想办法保护我自己？你要不给他火化，他能跟我胡闹吗？朱光山，你心里只有你的工厂和林场，你心里有我吗？你关心过我吗？你和我妈离婚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看看你惹的那些人，不仅伤害到我和我妈，还伤害到了琳琳。现在摆出一副当爹的架势来了，你根本就不够格。Oh,
天到晚狗狗狗！我看你那个姑娘。毕竟啊，毕竟我嗓子都干缺了。今天喽，朱博士，现在摆出一副当爹的架势来了，快点给我放给你鞠个躬，妈，衣服啥都洗好了，我跟护士讲了，让她帮着收一下，你到时候你也别忘了啊。来，起来擦汗。舒坦不？嗯，舒坦，我都想到你爸了。嫂子，我要出趟远门呢。干啥去呢？哦，你不管了。没事吧？没事呢。把这卡拿哈。这都是我存下的钱，你要想吃啥你就买呢。不是，你知道我妈花不少钱。我说娃，你要是真孝顺的话，把这个钱存下，早早的给妈娶回来个媳妇子啊，要不然。妈要是到了那边去嘛，见到你爸我都不知道咋交代呢。停下！我要下去。停车！你把车停下！你把车停下！你干啥呢？停下！那俩别乱了，中不中？干啥呢？你闹够了吧？我要下车。我，你别动！你放开！别动！哥，你弄啥呢？你不管。我就是要和你炫耀呢。警察。警察叔叔，你有啥事儿？红灯不走，绿灯你也不走，信号灯就没有你喜欢的颜色吗？不是，你不是过来了，我才不走了吗？你不走，我才走过来的，没啥事吧？赶快走。啊，对了，那说还要去出个远门呢，你姑父那说
会不会出啥事情噻？过你们，求你了！惊死你了，想来还命！我咋了？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喂，出事了，聪聪不见了。好，明白了。好好好，快去老杜家。见我姐哭过，他没规矩，都怪你妈没教好。你还怪我妈？她现在天天在医院里照顾张喵他妈呢，你知不知道？丽丽，等等！放了吧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出去保证啥都不说，我就说咱俩是闹着玩的，玩的。小强，叫哥呢，你放心，哥不会害你的。浪怕光。
要下。把你叫到情人谷，就是想让老天爷给做个见证。我喜欢你，我张彪是真心的喜欢楚从。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了你。我张彪以前不算啥好人呢。但是我今天发誓，我一定会改，我会改好，我会对你好，一生一世只对你一个人好呢。你就给了我一个机会，嫂，我张家跟你爸的恩怨一笔勾销呢。今天你要是能答应我，咱俩就白头偕老。你要是不答应呢，你俩就走散。哎，哥，你不敢开枪，这是什么？你千万别冲动。
妈，彪子，你这个远门出到啥地方去了撒？你知不知道妈说的那个护工是谁一个？咱们个人错了，就已经错了，再不能把错往人家身上栽撒。你现在哪呢？你爸跟你妹出事了，刘所长说是困在野狼沟了。什么？野狼沟？Thank you.
场生死的经历之后，我又想起了我爸的话。他说，狗哭是怕狼，狼哭是怕人，人哭呢，可能是怕狼和狗都没了，慢慢的，啥都没了。